这里是 Chinese Football 冲出亚洲热身赛之新专辑群，Fender 全球第一家自营旗舰店就在东京，据说这一条街上有100家 Live House。Chinese football です。中国から来ました。就感觉哇，冲出亚洲了。电磁特别高，感觉到了人种这个不一样的。隔了这么多年，今天又一起演，有什么感想？我觉得差距比以前更大了，觉得蛮忐忑，觉得还是很崇拜，就觉得我操，他们还是这么好，我们还是这么狗屎，还是想解散，就是这样。是。现在这种作业队就像是做娱乐圈一样，给别人茶余饭后提供一个消遣。去国外演出就是蛮符合那种过去的人对那种摇滚明星的那种想象，觉得自己很酷嘛，就赚钱。顶不顶得住？硬顶啊！我可能要吃药了都。我今天一路上在思考，为什么要出国去呢？想让更多人听到我的音乐，传播更广一点嘛。Maybe the world is divided by something, but I think the music can bring us together.聊天聊得几句，但是他如果来看你的演出，任何你的音乐，无形中有一种东西就能联系在一起了。主演其实更多是面对面的交流，面对面在跟我们讲他们的故事，或者是他们得懂得好奇。I want to go as many places as possible. That's why we come here.我觉得挺好的，就是我来的话，我就希望就还是做跟现在一样的人，就想看一下这个世界会怎么样。